这个是真的是太冤了，我觉得。真是不值得，这真的是被人举报了，感觉被人整，不单单是举报，不是，问题是为什么刚刚好那个他聊到的就知道了呢？不是嫖了这个，他是下辈子抢红包了，他跟这个女的不是一次两次的关系，是每一次都有十五万张，这女的。